鹿港镇公所将于6月5日起至6月22日止在鹿港艺文馆举办欧阳锦华纪念展，此次展出作品60余幅均为欧阳家族的珍藏家宝。欧阳大师他最厉害的部分就是他的镇楷，那他写的镇楷真的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中央教育部特地用他的镇楷来作为教材，所以他这次的展览是非常的难得最主要是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世间，但是他的作品会永留在我们的心中。那这次的展览是透过他们兄弟把他们的珍藏拿出来这边做一个展览，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借着这次机会来我们鹿港来看这他的一个展出这样。欧阳锦华先生自小成长在书香世家，书法作品笔势雄劲，气势磅礴，各种书体皆擅长。其书法专辑曾印行台湾省教育厅核定书法教材，逐为入门者模范。欧阳锦华先生生前长期居住在鹿港，对鹿港家乡十分有感情。这一次在鹿港展出特别的有意义，也有落叶归根的意义。本次展出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与安排，欢迎喜爱艺文的民众踊跃参观。公益频道林俊明鹿港采访报道。